Hello， 我们是夫妇之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，夫妇之道一周年，好有默契哦！天哪，很棒啊！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西装笔挺呢？正襟危坐。谢谢我们的台北市长柯P，你要来干嘛？真的有人跟我笑起来叫柯P。对，我们要跟大家预告呢，因为我们夫妇之道呢，在10月25号即将满一周年，所以呢，每天为期一个礼拜多到25号那天，我们每天都是夫妇之道的一周年回顾。棒哦，这么有默契。第一天就是回顾我们的夫妇爱旅行，然后礼拜三就是回顾夫妇剧场，礼拜五呢就是回顾夫妇更衣室，会把我们每个单元呢都回顾到一个段落，到最后的10月25号重头戏，10月25号礼拜三的晚上9点，到目前还不晓得到什么时候，可能会聊很久，无限期加码，就是我们的一周年的直播，希望呢大家可以陪着我们，因为毕竟一周年360多天的日子。365好吗？很难吗？因为我分不清是闰年还是不闰年了。好啦，就365啦。对，365天，理由依旧像个欧巴桑一样。那到底我们这一段期间有没有如何蜕变啊？例如说阿凯头发的时期这一类更迭啊？对，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到10月25号之后呢，来做一个总回顾。对，然后呢，就请大家就是老弟姐、老咖、阿公姐、阿嬷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夫妇之道一周年的直播，因为这真的是。因为一周年就只有一次，好吗？对，那我也希望大家10月25号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直播，然后陪我们一起。看我们一起来直播是在一起的旁边，是不是？陪我们一起回顾夫妇之道的一周年。那我们今天直播预告就到这边喽，大家10月25号不见不散。谁会想直播预告就到这边了？好了，反正大家记得分享这支影片哦，耶！10月25号不见不散，晚上9点，拜拜。拜拜。